经过多年努力，我公司成功把空化射流技术应用于舰船清洗领域，并自主研发出全套空化射流水下清洗设备，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。该技术的应用已达到了世界最先进水平。空化射流技术是将空化现象所产生的能量，采用高科技的手段巧妙地应用到高压水射流清洗系统中，而形成一种高效、环保、安全、可靠的清洁系统。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化现象，英国牛津大学的科学家们在波音飞机失重的情况下，对水滴中产生的空化现象进行了演示，又以每秒12000伏的拍摄速度记录下来，可以直观地看到空化的全过程。下面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空化射流水下清洗系统的全套设备，并拥有其自主知识产权。清洗枪主要用于清洗螺旋桨、轴、舵叶、侧推、海底门等不规则的船体部位。螺旋桨抛光盘主要用于螺旋桨的抛光。清洗盘主要用于船舷及船体大面积表面的清洗。以下是我公司于2009年10月在民用运输船上进行的清洗实验。的水下清洗，一，可以减低舰船的航行阻力，大大提高航速和续航能力；二，减少燃油的消耗、润滑油的使用，降低发动机的负荷和温度，减少故障；三，
降低了整个船体的水下辐射噪音，提升了舰艇的隐蔽性和声纳探测能力。四、延长了房屋和防腐涂料的使用寿命，提高了舰船的载航率。五、节能减排，有利于环保。以下介绍空化射流水下清洗的特点。一、安全可靠，不破坏漆膜。空化射流技术是以海水为介质，工作压力在15兆帕左右。通过空化射流发生器生成的微气泡云破裂时所产生的微射流冲击、激波冲击和超声共振等作用力来完成清洗。经反复实验证明，空化射流对人体没有伤害，对操作人员非常安全，对房屋漆和各种涂层都无任何破坏。二、高效率高质量。清洗枪的清洗效率平均约为每小时100平方米，清洗盘的清洗效率平均约为每小时300至400平方米。清洗后除部分钙化点外，不留任何海生物，并露出完整的房屋漆膜。三、轻便灵活，操作方便。传统的清洗刷体积大、笨重，操作起来不灵活、不安全。空化射流清洗技术应用的清洗盘重约5公斤，清洗枪重约1公斤，操作起来轻便、简单，作业方式灵活，可以在舰船各种复杂狭窄的空隙部位进行清洗，如螺旋桨、尾轴、舵叶、海底门格栅、舷孔、阴极保护装置等，且可在码头、泊位完成清洗作业。
179，经录像勘验，该船污染等级已达到 FR-100， 污染面积100%，清洗后船体干净，螺旋桨光亮如新。经清洗前录像勘验，该艇在涂有防污漆的艇体表面，污染等级是 FR-30， 在没有涂防污漆的声纳舱、矩阵等表面污染等级是 FR-60， 污染面积80%。清洗前，螺旋桨、舵叶、传动杆、导流罩、侧推、海底门等污染等级已达到 FR-90， 污染面积100%。清洗后螺旋桨